在现在资料大爆发的时代呢，不管是资料的这个成长性跟公司的预算呢，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成语呢，借着降低使用成本呢，来让企业能够导入最新的软体定义储存。那我们的软体定义储存一体机呢，包含了一个低功耗的这个 Ambedded 的维持服务器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使用者界面，那再加上非常智慧的软体定义储存软体，让企业呢能够在非常容易管理，降低人力管理的成本，还有呢降低这个功耗。那一台机器呢，一年可以为公司呢省下35000块钱的电费，那5年下来呢，就可以省下10万的电费，而且人力的成本。